我是林新叶，来自中国厦门市。今天是2023年6月21日。以下节目为新加坡艺术协会带来的古筝演奏曲目《四段锦》。
是林心叶，来自中国厦门市。今天是6月13日。以下节目是新加坡艺术协会带来的古筝演奏曲目《行者》。Thank you.